来，有请第一位嘉宾敏涛姐。我都变，其他三位男士都扮成了那个四大天王嘛，我们看看大家都扮成了哪位天王哈。有请周深出场，你猜他扮成了谁呀？只要不是刘德华，谁都可以。玲玲，开不开心？激不激动？我问你，刘德华还来吗？我也不是有多嫌弃周深扮的刘德华了，但我就问你，刘德华还来不来？在努力。你不会就这么糊弄我吧？走几走，可以了。刘德华是吗？看也看不出来是吧？你好，郭富城，郭富城你好。来看杨迪扮成了谁？程程的，不要，求你了，程程很帅的，没问题。来，有请程程。弟弟。哇，这个好。咋的了？你一点都不模仿的吗？啊？哦。你跟着我，我不能给你什么。来吧，做出你的选择，做出你的选择。我就问你，刘德华来不来？你要干啥呀？刘德华来吗？再努力，再努力，其实也给。你想拿这个补偿我？慧琳，他请不来刘德华，三个够不够？三个臭皮匠顶一个刘德华。请不过来，我就原谅你，不用这样。这里边好像周深是发型，起码有一点点像，这么勉强。程程的发型，他就是做自己的发型，像吗？你就是你自己，你跟你姐夫有什么关系？伍佰老师特别喜欢你。再次讲你。好了，周深就是你最像，你最像，你挨着贾玲姐，好歹可以用用。没想到我将成为最像的。我也没想到。多么没想到，周深是最像刘德华的。你们两个要不要重现一下那个？重现什么？对《天若有情》的一个片段。放过我吧！又演戏，我错了。又跳舞。来，我们有一个道具哈。哇，这个还行。这是一段刘德华和金角大王的爱情故事。来，准备，《天若有情》选段 ，Action。跟住嚟做咩啫？走啦！我翻你三倍零，仲有个打火机。快走！我周身腰好细啊，马蜂腰。华子，跟着来做什么？我过来把
衣服还给你。上车，上车。相见，相见。走吧，走吧，上车，上车。妈呀，结束了，该你们了，程程上。听到有停 ，Action！ 你去看。你好，跟着来做什么？反正我就好吧，你说我是五百。哎，你们看，演戏了，演着呢，演好久了，第一句词儿都下了。五百老师，Action！ 跟着来做什么？走吧。我把衣服还给你，还有你的打火机。大的口气。上车。那你得下来，我才能上车。那这样我就演原版好了。来，你的打火机，烧我的头发。刚才怎么样，明涛姐？特别好。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小申最后的那一笔，他上不去模特，他上不去。他不是故意做效果，对，对我是真的上不去，他是真的。好了，你毁了刘德华，毁了我和刘德华的相遇，你也毁了我们春影家族的友情。我看到。我好不容易塑造了这么多期，从不能对视到现在了，又回去了，一期全没了。四个人想一个团名吧。今日我们三假华，明日真华，到我家。假华团，可以啊。那恭喜我们的假华天团在今天成立。大家选出唱青瓶吧，有四瓶唱青的邀约瓶，抽取到最开封的那个人将代表春游家族写下一个成团宣言。我全男，那你就要写出成团宣言。之前唱青邀约瓶都是邀约我们到一个地方，现在我们用唱青邀约瓶邀约大家见证我们的成团之路，来写下一个成团宣言。只是邀约刘德华一个人。啊，梦想的花都开好了，一起走花路，你来吗？我在这上面写下我的心愿。刘德华，刘德华，我在假华天团等你。来，现在我们正式迎接考验。好，今天栏目组请到了2020年最具代表性的团体，他们将成为大家的成团助力官。好，有请硬糖少女303出场。我是硬糖少女303的西林娜一高，我们一起为前辈们加油，姐妹们加油，姐妹们加油，姐妹们，前辈们，姐妹们，前辈们。我以为有什么事儿被你们发现了，我也以为，我说为姐妹们加油，前辈们，前辈们加油。来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赵月月，希望把我们的甜蜜带给各位前辈们。老师们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王一景，为各位前辈们加油打 call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陈。希望各位前辈们今天可以获得甜蜜的坚实力量，今天一起冲向山顶。哇，心好甜啊。老师们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恋恋在奶心。你知道总导演叫你叫你什么名字吗？我们东北有一句话说，说这人太呢了。他给你起了一个东北名叫呢呢。他有一个呢呢老师们好，我是
是刘仙宁，我会为各位前辈加油打气的。老师们好，我是印堂少女三零三的张一凡，预祝各位前辈顺利成团，开心成团。预祝，好正式啊，好正式、啊。预祝你们金榜题名。叫什么吗？叫什么来着？假滑乐团。怎么样？觉得我们的名字跟硬糖少女比起来，太远了。假滑天团一个字就暴露了我们。人家都有手势，我们好像也应该要有。我们假滑天团。我们连名字都想了这么久，那么就……哎，那也可以这样。那我们是假滑天团。来，假装滑一下。你们一起为我们加个油，你们说假滑天团一定成团，好不好？你们两手牵手吧，牵着手别真滑了，要像刘德华，好不好？把少女的那一套甩掉。三二一，假滑天团！哇，人家比我们滑的，而且我感觉他们做假滑天团比他们做这个还整齐。果然是成团不久。我们这期录完以后，这个动作送给你们。这样，你们来一个假滑天团，说一下你们自己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303。硬糖少女。